啊，那个，我跟大伙通知个事儿啊，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现在进行这个下水管道维修，所以说呢，大伙走道的时候，来回都盯着点地上啊，千万别耽误了别人，也别耽误了自己啊。然后咱们一定要注意呢，咱们别就是吧，咱们得看注意脚下啊，咱们别老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是吧哈、啊？咱们一定要看好脚下的道，走好自己的路。慢点！哎呀！哎呀！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干啥呢？啊？不是你不是当志愿者跑着看井盖的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你在这一边看一边玩手机，你能不能专心点啊？用你说呀，嘚嘚嘚的，我都看一个多小时了，我看小米粒都没这么认真过。用你看呐，啊，用你看呐！我跟你说这一片啊，我自己能管好，你赶紧走吧，行不行？不送，再见。于小脸儿，你没良心！我是志愿者，在帮你呢。你一会儿看门，一会儿看井盖。一会儿看门，一会儿看井盖，你还搁这嘎达画圈儿，你要叫井里呢，谁看门？这小门走的都是孩子，你一个人看我能放心吗？啊，对，可不都是孩子呗？人家老范家那些老小孩那小米粒也从这过，是不是？闭嘴！看破不说破，那是道德。看破，揭发说的厉害，揭发。我跟你说，街坊别吵了，街坊他他就是在这，别吵了，你厉害行不行？你厉害，你别撵我走，那个，我歌颂你。妈呀，你那歌怎么歌颂？你别闹了，你怎么歌颂我呀？你这，哎呀。哇，这么大个太阳，你热不热？来，你好好说话。什么是夜啊？夜啊！你好好的啊！啊！这么大个太阳，你热不热？我站一个小时，都快虚脱了。你一站就是一天呢，为什么就不虚脱呢？请问，那个，你这么敬业，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是。暖暖的，哎呀，你说等，来音乐先停一下。你说你不能，你告诉我什么玩意儿？这么的，你怎么的？你身上怎么的了？暖暖的，好好说话，还暖暖的，就晒的，还暖暖，还黑黑的呢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啥玩意儿晒的？我看维修师傅汗流浃背的，我心里真是暖暖的。是你，我看他们也暖暖的。哎，那你看我呢？凉凉的。我喝瓶水去啊。你老喝什么水？你站着，你喝水。你这一箱水，你一会儿一瓶，一会儿一瓶，一会儿一瓶，这一箱都让你喝了了。那是给维修工人的，你讲不讲这良心呢？你啊，我买的，谁花的钱呢？不我吗？你花，你吵啥呀？你喝了再买呗，这。不，过来，咱别那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冷静，咱们捋一捋哈。你说咱们哥俩是不是应该在这儿享受一下此时此刻的温暖？能享受一会儿，咱就享受一会儿。为啥呀？因为你下半年你要享受这种温暖，你不就交取暖费了吗？我就交取暖费，我不也得喝水吗？嗯。地热屋多干呐、啊！哎呀，喝什么水？你老喝水呀、啊？那是给维修工人的，不知道吗？你让我喝不喝？你快拉倒，拉倒就拉倒。干啥呢？哎，王倩，你别吓我啊！你这么一瓶水，你至于吗你啊？干什么啊？脚底有个大鸡揪啊，往里钻的啊！哪呢？这大鸡揪，哪呢？闹！你说你干嘛？我就跟你说，我一眼我就看上你那小心眼儿。于小脸，你完了，你没救了。谁没救？我怎么就完了？我刚才是在试探你呢啊！你身为一名合格的保安，你见死不救，你还吓唬我？
如果我真晕倒了，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就葬送在你手里了，你知道不？哎呀呀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这迷途还……哎，那个是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倩，我发现你现在有思想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长智商了啊？你少废话，给我拿瓶水。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真的是拿你一点招没有没有。哎呀，你说给你拿，来吧，拿瓶水。暖瓶啊，赶紧趁热喝，要不一会儿凉了。三伏天你让我喝热水，吵吵啥呀？你家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家长群吗？一种发那些什么什么生活小妙招，那里面不都说了吗？三伏天喝热水治病啊。不喝，谁发谁喝，让我渴死吧。这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挺大个人，王小倩，你起来，你别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大鸡猪，还有那个刀浪、知了、扁担沟都爬队，就往里爬呢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又起来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哎呀，给那孩笑，哎呀，笑上了呢，哎呀，刺挠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有意思吗？你说，小脸儿，你真够意思。刚才我看着你着急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吓坏了？你能不能上那边见去？你能不能？起来吧你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水咱一瓶不能动，一定给咱们那些检修师傅咱们留着，行不行？要喝咱就喝那个热水，完一会儿就凉了，行吧？行。哎啊，那个小脸儿啊。我感觉我迷糊了呢，怎么的了？心跳加快了呢？哎，别闹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就刚才在那站着一动没动，你知道吧？有点不舒服，你上岗亭歇会儿，快去调整一下啊！这怎么还跳上了呢？这会儿啊，这什么步伐呀？这是啊？这啥意？哎呦我的妈，有意思吗？躺三回了都。我跟你说王谦啊，我跟你说地表温度更高，你来你就在这晒吧，一会儿我给你烙糊了。于小脸，你干嘛？跳。哎，我来聊。哎呀妈，这有个没盖的井，我怎么没看着啊？是你是不是？多亏你了。哎，工人师傅们呢？工人师傅在东门呢。哎，正好给他们买的冰棍，你先来一根。我不吃啊，这个冰棍赶紧留给那些检修师傅们。哎，好吧，快走快走，别耽误啊。哎，那地上那坨肉是不王小倩？没错，这正是一堆欠肉。躺地下干啥呀？啊，那人家刚才帮我看井盖站累了，说地上热，顺便唠唠腰。还有腰吗？哎。小米粒儿，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，前面啊都是演的，你知道吧？演了两次了，哎，装在这装，我估计听说你来啊，那更完了，更起不来了。能吗？啊？哎呀，你说说，小倩儿啊，大蜘蛛什么玩意儿都往里钻了，别闹了，嘿，这啥装的挺像，你看，哎，这回装的像，你看眼睛还翻白眼了，你看，来。哎呀，嘴上道具还冒沫子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别闹了，我看他不像装的，真中暑了，这是。啊！赶紧把伞给他撑开，快！来，哎呀，慢点。干啥呢？不行，怕他放倒，不行。来，降温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往下啊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起来吧。不行，来。不，你把冰棍放那儿干啥呀？一会儿维修工人吃。降温？你维修工人吃，那不孜然味的了吗？不行。小倩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你是不是等着，咋的啊？是不是等小米粒给你人工，不是按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玩意儿呢？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？按你人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准备给你人工呼吸，你才满意啊？啊？再不行，我真得做人工呼吸了。不行了，我上道了啊！啊！哎呀！啊！醒了啊！啊！完犊子！
以后你别叫王小倩，你就叫王犊子，完犊子。不是，小美丽，嗯，我怎么在你家呢？你家怎么露天了呢？哎呀，那哪是我家呀？我怎么在你怀里呢？大戏精，你就是个大戏精。咋回事啊？你刚才晕倒了，你中暑了，来来来，抢了你半天了都。哎，我跟他讲，哎呀，刚才呀，哈哈，我跟你说哈，有一个你这有一个啥啥呀？有一个特别完蛋的人，哎，完了就晕倒了，然后呢，看小美丽来了，这完蛋的人呢就开始就不起来了。完，小米粒呢，就刚要给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这个完蛋的人醒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小米粒，快点的，做人工呼吸，快点，快点。行了，别装了啊！快点，我做完了。你这中暑？快点，快点！什么装啊？你给我装心脑血管疾病了？呀，这个可不是你得了，我跟你说，他那个我治他是一来，你这么点小米粒，我给人工呼吸，来，你把嘴给他掰开，来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真好了，好了，闭上眼，装了吧你，小脸，哎，大叔，哎，那个，哎。维修那些工人哪去了？哎，在东门呢。啊，你过来干啥来了，王爷？我给他们送点绿豆汤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啊，这还要塞的，怎么都像非洲人一样了我呀？妈呀，脸都显短了我呀！来，你快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哈，去火啊，还能去黑。不，你得了，我不需要调这色了。我跟你说，赶紧呐，看看你那宝贝大孙子吧，他呀现在那才上火呢，快去吧。什么？妈说，爷爷。哎妈，这个脸怎么这个色啊？啊，我什么了，小贝？我中暑了刚才。王叔，这么回事儿，小倩刚才帮忙看井盖，天气太热了，都把她摔晕了。刚才谁说她看井盖？嗯，摔晕了？嗯，不可能，我孙子我能不知道吗？他能干出这么壮烈的事儿来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刚才老壮烈了。怎么壮烈啊？真的？真的。啊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呀，好孙子，哎呀，真是爷爷的骄傲。来一盘绿豆汤，喝，小米粒，真是不说实话让我这吧。王爷啊，这个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啊，不像小米粒学的那样，你知道吧？怎么了？王小倩刚刚没晕倒，她晕倒是假的，她是演的，她为了骗那小米粒人工呼吸。不是，别喝了。配合这个绿豆汤，我感到耻辱，我不是爷爷，我到底是骄傲还是耻辱啊？你给我个准信行不行啊？你以后啊，别叫我孙子，我也不叫你爷爷，哎、我呸，我不叫你孙子，我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别说了。这个孩子哈、啊，本质挺好啊。哎呀，王叔，嗯，你们听我说。小倩没装，她刚才真的是中暑了。啊！上次那防汛我不没去成吗？但是我学了一些急救知识，我帮她做检查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皮肤无汗，完体温升高，然后还偏热，哎呦，就是中暑的症状，正常是吧？对啊，所以说这是装不出来的。哦，只不过呀，王小倩的体质比较好，我刚才正要准备给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她自己就醒了。你刚要人工呼吸，他就醒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完犊子！你以后就叫完犊子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那个小敏丽，啊，你刚才要给我做人工呼吸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看你晕倒了，把我急的。我刚才把你的嘴掰开，我刚要给爷爷。咱家啥体质啊？说醒就醒啊！你玩带钱的，你滚！小米粒，咱俩嘴啊，我跟你说，嘴个嘴，就差二寸。这身体，那个小米粒，你看，你把我给救了，我怎么回报你呢？哎，不用，哎呀，我怎么回报你呢？让我想想啊！哎呀呀，我想想，哎呀，不用。嗨，我以身相许吧，你别这样。
你咋的？你还吃亏了呗？你意思啊？你家酝酿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你在这吓我一大跳！你我跟你说啊，王小倩，我无论你演技是高啊还是低，是演的是真还是假，这个、我咱先不说。但是王爷，小美玲，有一件事咱必须得说清楚。嗯，今天王小倩还真是当志愿者来了。啊，帮咱们这个小区看这个没有井盖的井，你说厉不厉害啊？在这里，我代表物业公司啊，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。起立，站。那个小脸，别这么说，你为我们小区站岗，我们应该感谢你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不理所应当吗？我这是保安的小区。小区保安，你看这，我有点像迷糊了，我有点再糊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小米粒，我代表俺家谢谢你，你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！那个这个孩子本质不错。哎呀，王叔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这不我应该做的吗？再说了，谁碰到这种情况都会帮忙的。哎呀妈呀，你看这孩子说这话，什么叫我心里还暖暖的呢？这是因为啊，我们受到了别人的帮助，我们也去帮助别人，所以啊，这种行为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对对，暖暖的。行了，咱们赶紧给东门的维修师傅把东西送去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对，赶紧拿着，拿着，快啊！这东门上去，走，赶紧东门，赶紧走。向我给维修工人致敬，向他们敬礼。